家好，欢迎收看梅雷送给你，我就是梅雷。圣经上有句话说，客要一味的款待，因此我们在每一集的节目里面都会邀请一位嘉宾来介绍一位颂，透过这一道菜我们来谈一谈他有滋有味的人生。那么到底他要做的这一道菜是什么呢？这一道菜和圣经有关系吗？梅雷送给你将要带领你一起来探讨这一个精彩美味的美食和人生故事。今天我们所邀请的嘉宾是绍利克牧师和安娜师母。非常感谢梅雷师母的邀请，可以来分享。梅雷师母好，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啊，我们的嘉宾带给我们什么菜。今天带来两道小菜，第一道是上海的烤麸，第二道是溏心蛋。哇哦，你今天带给我们两道菜啊，我们通常这个节目是一道菜哈，那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哇，两个不同的菜哈，带给我们，这就变成双倍的祝福。阿们这也让我其实也让我想到我们在婚姻里面啊，两个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成为夫妻的时候，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我们就来看看你今天所要带给我们的菜。好，第一道菜是上海烤麸，这个是烤麸，这个是有毛豆，有红萝卜，有金针菇，有笋子，还有黑木耳，还有小的香菇跟八角。那我们现在来做咯。先倒油是吗？是，这是油。我们用的 avocado oil， 我个人是认为先炒香菇比较香，然后跟八角先炒，炒香了之后再把烤麸放进去，香味出来了之后我们再下烤麸跟其他的配料。那这个烤麸我稍微处理过了，先用油稍微煎过，它会比较容易吸收那个酱汁，其他东西就可以通通可以下去了。然后我们再来下料，下其他的料。调味料呢，我是 prefer 先下甜的，就是先下冰糖，下完冰糖之后才加咸的东西。那现在有的是生抽，然后接下去老抽，然后蚝油，如果是纯吃素的话就用素蚝油，然后加点水，然后让它焖煮一下，让它味道能够吸进去，烤麸的味道可以吸进这些的酱汁，就会比较好吃。哇，这个上海烤麸好香哦。哎，邵牧师啊，这是不是你最喜欢的菜啊？哇，当然是啊，这是有妈妈的口味。这个菜你看它还有那个笋干，烤麸一起咬啊，哇，真的是绝配，流口水。哎，你刚刚讲的绝配，哎，我觉得你们夫妻两个啊，在这个准备这道菜的时候也是绝配耶。但是我知道你们在婚姻里面好像也经过一个非常大的风暴哈，你们曾经有12年离婚的记录。是。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一道烤麸先盛起来吧。好。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安娜师母怎么样来示范溏心蛋。首先要注意的是这个蛋，蛋呢比较难的是这个部分，要先给它戳一个小洞，我通常用这个砖子，手要握好，轻轻的戳一下就可以，它不是那么难戳，这样一个小洞。水里面呢，等它滚了要加盐巴，最好是加了盐巴跟醋。哦，这是诀窍。对，等它滚了之后我们就把蛋放进去，那就要开始计时，煮6分半钟，那就开始计时。刚开始煮的时候要搅搅它，这样子的话它的溏心才会在中间，要不然它溏心会靠边站，这样你切开的时候那个溏心就整个流出来了。差不多4分钟了之后我就盖起来，
然后一直煮到六分半钟的时候，那捞起来之后呢，我会立即放在冰水里，这样会比较好剥壳。晾干之后再放到这个凉了之后的酱汁里面。那这个酱汁的料呢，我们有生抽、老抽，还有味淋，还有冰糖，还有八角，要腌两天哦，腌两天味道才会进去。对。刚才我们提到说你们婚姻里面的危机，那我觉得这个危机会让很多人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大家都对牧者的婚姻有很大的一个期待，特别有的时候我们会希望牧者的婚姻是我们的一个模范啊。那你们怎么会走到危机的一个地步呢？要不要请邵牧师跟师母跟我们讲讲？的确啊，我记得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啊，我们在台湾的老师母有一次，我们那时候毕业四个神学生，他就跟我们讲说，你们不要像一个韩国的牧师哦，他礼拜五晚上通宵祷告，他跪在讲台上，就有一天他的师母就拿了棉被进来，就丢在那边说，你就好好睡在这边，你在讲台上实在太棒了，真的是神的仆人，你不要回家，那你就保持你神的仆人。那这个印象对我来讲很深。那我也觉得我们教会，因为自己的教会很强调生命的榜样，那所以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危机，我自己都吓一跳。其实就像溏心蛋或者这个东西错，这个烤麸里面没烤麸，我的确我做很多，我灵修什么，我后来才发现其实很多灵修，因为特别我到奥兰多去，那时候一个礼拜要讲两到三次祷告、主日崇拜、那个门徒训练，还包括祷告会。你每天花很多时间会读圣经，所谓灵修，但是那个都在为别人读，都是在做一个事工，可跟神其实搞不好都没关系。因为我生长在一个很严谨的背景，我爸爸很严厉，那对我来讲，好不容易长大了，自由了，那就不希望我一天严谨，因为以前不能反抗的。后慢慢到高中的时候还跟爸爸对打，因为那时候大了嘛，高度也差不多。可是我心里面就是谁对我越严越唠叨啊，就觉得我绝对不能够，比方说输人不输阵，我就那种心理。好，当然牧会会有压力，牧会会有一些信徒的 complain 或怎么样，但心里就很烦啊。对我来讲，我烦就把这个情绪带到家里。当刚开始还没有这样子，只不过反我觉得来讲，我们那时候在 Orlando 房子好像这边啊，这也是这样子，在那边做菜，我们那个 family room 就在那边，我在那边看电视，他那个我就转，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要看哪一台啊，你就好好看啊，我就不理，我一直转，哎，你到底要看哪一台，很烦呢。我说你干嘛烦呢？我说我的情绪啊，我还没看到我想看，其实没有想要看，只是很烦啊，找一个东西。可是他说，哎，那你不要做，你去做，你去吸地啊，或怎么样？哇，一听我就跟他，当然很多事情越积越多，然后好像脾气就越来越大，就不能控制，哦，那就造成这是最大的伤害，因为他有什么我都觉得说，哎，你是牧师的女儿，你还干嘛？那我觉得哇，那所以这个就造成我根本都不 care 他，然后变成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能够体谅我呢？变成说他要体谅我，那所以造成就是说，好像外面一样，可内心不一样。这个内心不一样，特别是你觉得委屈，甚至说，然后觉得说他应该来 cover。然后我有时候甚至来讲说，本来就是你要来帮助我的，哦，那变成哇。那他常常讲什么，我都用圣经的话来回答他，很标准的。当然对他来讲，他要的，后来当然这是事后才知道的，他要的就是我做一个丈夫的，能够一个好像强壮的膀臂。但是我完全那时候就想到，我受委屈什么，你要 cover 我，你要帮助我，你要怎么样，都你。那可是我却好像我读很多圣经，也讲很多道，但是那个都是工作。可其实想到，我的心已经根本不是在神面前，我是完成一些所谓的圣功，可跟神却没有关联。
那安娜师母，你自己在这个面对这个少牧师当时的这种情绪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样？我想我就是一直忍嘛，忍到后来最后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他是心理学的教授。那其实到最后有一个状况，就是当牧师在我旁边很大声讲话，因为他嗓门比较大，那我从小很怕大声，所以我爸爸跟我讲话，我就马上去做，所以造成说我爸爸都很宠我。他一大声讲话，我在切菜的时候就发抖，抖到没有办法切菜，我就只好把那个菜刀放下来，那去旁边心里先安静一下。那因为我们学演奏，我们会深呼吸，让自己情绪平复了，才有办法拿菜刀再切菜。那时候结果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他说那时候你已经有焦虑症，可是他当时不敢告诉我，他怕吓到我。让他是跟我说我有五点是值得感恩的，就是我那时候没有整个崩溃，是因为我有从小有的信仰，就是我还有父母亲的祷告，另外就是我爸爸对我的宠爱，把我爱的银行填得很满，所以我就一直忍，可是忍到我自己从来不会叫累。那我很爱孩子，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的专业很被肯定，所以那这一位心理学专家就跟我说，宗慈啊，你先退到你的职场上去吧。因为那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已经到这样的状况，所以然后另外一项就是他说你天生很乐天的个性，所以撑着你没有整个崩溃掉，可是我知道我已经没有办法再跟少牧师在一起，因为他一靠近我就开始全身对不对劲，然后他没有办法，他一碰我就我没有办法接受了。那时候就是身体自己反应出来这样，就只好离开。那我想观众朋友也了解一下啊，这个师母呢，她的父亲也是一位牧师，他已经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了啊，这样子一个家庭，所以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你真的心里的压力非常大哦。那少师母的这个专业呢，他是学音乐的啊，不但有唱歌、弹琴，好、啊，都是一流棒的。哎，幸亏你还能够敬拜赞美哦，不然那段日子怎么过啊？就是因为敬拜赞美支撑了我。后来就是因为台湾的美国学校请我去教交响乐团。校长打电话给我，想我就休息一下，因为爸爸是牧师嘛，那这样他在台上没有办法讲到，他说你们不能离婚，结果自己的女儿离婚，所以其实很难那个时候。所以你们的婚姻里面是谁提出来要离婚？是你吗？是我，因为我撑不下去了。那我跟孩子们说妈妈真的撑不下去了，那妈妈先休息安静一下，可是我跟孩子们说，可是你不能恨爸爸，妈妈也不恨爸爸，只是妈妈撑不下去。所以你就带着两个孩子回台湾？对，然后去带交响乐团。后来回台湾，我就哪里都不敢不去，就去美国学校跟国际教会，因为女儿子需要读英文的圣经，他们要参加聚会，没有办法参加中国的聚会，所以为了他们，我就到美国教会去服侍。所以我在那边有带敬拜，我也跟牧师说我离婚了，可是牧师接纳我，所以我就仍然带敬拜，然后唱诗歌。所以是因为敬拜赞美支撑了我，那我当时找不到人能够帮我，所以我就在敬拜当中一直被神医治。那我是其实我是躲在台湾疗伤，经过了10年，到了最后上帝让我再站起来的时候，我要回美国之前，所以就做了一个很专业的心理测试，他说我里头没有怨恨，是一个很感恩的人，很愿意顺服神的人，我这样我才安心再回到美国。哇、wow, 那个少牧师啊，当你这离婚以后，你自己的心境怎么样？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你离婚，还是说你离婚的时候也是带着一个秘密？那时候其实有被问说你想要怎么样未来，那我觉得因为特别在华人教会，你牧师都已经离婚了，你还能干嘛？你怎么教？那也感谢主给我一个服侍。那我自己最少我5年走不出来，只要一问，每次人问师母在哪里，我就好像一把刀就刺了，哇，就觉得我这牧师怎么做什么样的牧师。你们一个在台湾，一个在美国，那你们还有两个孩子吗？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们两个有交集吗？没有，
都没有交集，几乎只有为了孩子有事情才联系一下下。嗯，那在那段时间里面，那你们孩子的表现如何？孩子表面上看，我们的朋友都说他们蛮阳光的，主要是可能是我觉得这点值得感恩，因为我上过一些内在意志的课，说里头不可以有怨恨。那当时我也跟孩子们说，不可以对爸爸有怨恨，就是还是要爱爸爸。嗯，那所以他们在过年过节或是爸爸的生日，我会提醒他们，他们还是虽然是离婚了，他们还是会送 greeting 给爸爸，生日快乐这样。所以孩子们，我的朋友们都说，哎，蛮阳光的，看不出来他们有离婚的状况下长大的孩子，所以这一点是蛮值得感恩的。嗯，哎，那会不会在你们这个离婚这么多年的时候哈？有没有人想要跟你们说，哎呀，你们可以要不要再给你们介绍一个对象啊，或者是再步入婚姻啊，有没有曾经有这样子的想法过？一定有嘛，还用说。而且我在美国学校教书，很多美国人他们觉得我们很蛮好，我们这样的中国人还不错啦。是，对，是，可是感谢神都保守我们。嗯，孩子也都蛮蒙保守的。那我这个要谢谢 Anna， 她对孩子都很正面。那我们也好像有一种默契，因为前几年她带孩子到台湾，四年以后孩子就回美国，就跟着我。那我就很好奇了，就说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哈，会有复婚这件事情？那复婚又是谁提出来的呢？又是我啦。离婚也是你，复婚也是你，嗯。主要是因为奥兰多林良堂20周年堂庆，那他们请我去教他们的敬拜团跟诗班。那我在去之前，我那时候已经回到美国了。我在去之前呢，有一天我在炒菜，我就跟主耶稣说，我一边炒一边哭了。我说主耶稣，我对不起奥兰多林良堂，因为我在那边离婚了，是不是他们受了很大的伤害？我就离开，因为我已经撑不住了。其实他们还是对我很好，我也很爱他们。那就有个声音进来，主耶稣说，那你就复婚吧。那我这个人是傻傻的，我根本不想后果，想主耶稣叫我做我就去做。炉头上还在炒菜，还热着，我就马上拿着手机 text 给尚牧师，我们有 line 嘛，我说我们复婚吧，我就写这几个字。然后一看，其实他主要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哪边跌倒就要哪边站起来。你看，其实也没什么，我就写，我英文又很差，从来不会用英文。我那个回答就两个字 ，good idea， 好，就这样 ，good idea，good idea。哦，然后我好像记得说，你当时说要复婚的时候，你很快的就告诉刘牧师了。那当时刘牧师就很积极的帮我们办复婚，然后弟兄姐妹都很接纳我们，这点真的是谢谢这个大家庭。我2015年要回台湾，我回台湾的时候，我想说，哎，他在台湾，或许我们可以碰面，或许谈谈，因为我对我被离婚，我还有很多的 question。我想当初到底怎么样伤害他，我很想说了解一下，但是没想到，哎，他竟然来美国，我却要回台湾。我记得我说主啊，大概一辈子就是单身了啊，就3月份，那是2017年。那刘牧师到台湾领一个特会，他就打电话给我，我就蛮惊讶。哎呦，刘牧师一接，他说：“哎，他一问他说，你怎么样？你准备哪时候复婚？怎么办？”我刘牧师今年不肯，我跟他已经分开12年了，多3年没关系。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回去才帮助我原来教会有一个布道所，才开始刚刚恢复，还没有主日崇拜。那一年我永远记得复活节是4月16号，2017年，那时候才3月，我们才开始有2个小组、哦、我们有半年的祷告会才开始变小组，我等于就按照小组教会模式先这样的，没有人、哦、就慢慢我想那年要开始。然后我就跟刘牧师说，好，我复婚我要在台湾还在美国？我说我不可能在台湾，因为现在他在美国，他要照顾他的父母，然后我们孩子在美国，我一定是回去。但我说我不是这种人，说一丢就走的。我这教会，我主日崇拜要开始主日崇拜，然后我说我要复婚的，所以跟你们拜一拜。我说就熬3年吧。哦，我说我们就熬过这个，当教会有人接手，就要教会成型，我再离开。但刘牧师就讲一句话，他真的很有趣，他说
人家楼梯都下，他意思是这样，楼梯都准备了，你以为那火会一直有吗？他说你看火熄了，你还等三点。后来就是要复婚的时候啊，我记得少牧师从台湾要回来的时候嘛，那安娜师母还有你的儿子就要带你去机场，要去接少牧师哈。我记得你在那个机场那条路上，你觉得你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忐忑不安呐、啊，忐忑不安。对，然后儿子就说我妈妈，我要干嘛？那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呢、啊？哦，有吗？笑一笑，笑自然一点，这样。因为里头一直想说，哎呦，虽然我答应了耶稣要复婚，可是心里还是要面对自己的那一块不太想面对的地方嘛，所以就感谢神，就重新求神重新将十字架上的爱给我。哇，所以我记得你好像有跟我提过说，当你在跟神求十字架上爱浇灌在你里面，本来里面好像是空的，就忽然一下就被那个十字架的爱完全的充满。对，别人连笑都笑不出来。所以儿子说你怎么那么臭臭的脸，就后来就可以了。听见少牧师少师母的一个分享，我相信做一个牧者这一个婚姻的破裂真的是一件非常伤心，也还会觉得很没面子的事情哈。但是真是没有想到，离开了12年，神却做这样子一个感动，在什么地方跌倒，就要从什么地方能够站起来。神真是恢复了他们的婚姻。那你现在看到他们，真是感谢神，是神真的将这一个爱浇灌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现在可以两个人同心同行的一起来服侍主。今天我们访问了少牧师和少师母，他们的婚姻从破碎，从离婚到复婚，这整个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若不是十字架上的爱充满在他们的里面，这真的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感谢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从他们的婚姻里面真的就看见，他们过去彼此的伤害是他们所不知道的，但是透过耶稣，让这一切的伤害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变为可能，他们的婚姻能够从破镜到重圆，这真的是十字架的爱充满在他们当中。